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肖公关。今天8月14号了，阳光明媚的一天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我想给大家拍一组现在的多肉和今年2月份的多肉的对比，非常的震撼哦。因为昨天我在翻我的相册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多肉已经面目全非了。我先放的是今年2月份的视频，后面放的是现在拍的当下的一个状态，我们来看看吧，真的是天壤之别呀。小伙伴们，看到我们2月份的香妃了吧？那个时候我们的香妃颜色好绚丽啊！这一颗香妃是今年的2月1号从小白方移到这个盆里面的，颜色已经掉的差不多了。最大的安慰就是尺寸长大了一圈，说明它的根系长得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不用着急，耐心的等待。我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它应该会有很好的状态的，希望你早日恢复到小白方里面的巅峰颜值。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一颗麦秆，今年2月份拍它的时候，小伙伴们注意没有，就这个是它的主头，然后下面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它的小侧芽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你们看小侧头都已经长出来了，好萌啊。这个脚印的小盆，这个盆的口径很小，应该只有2厘米或者是3厘米的口径，委屈你了麦秆，让你的那个这么多头然后长在这么小的一个小盆里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需不需要给它换一个盆呢？好可爱呀，可以拿在手上把玩。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一颗恶魔之羽，跟冬天的状态比起来，它现在要绿一些。期间的话，我还下过这个杆子上面的小头下来，现在你们看，长得也还挺不错的啊。前几天才给它撸了枯叶，现在它这个状态我还是挺满意的。这里又爆了一个小头出来，希望这些小头能够茁壮的成长。现在我的恶魔之羽繁殖的话，主要采用的还是扦插的方法，夜插也可以，但是夜插的成功率不是很高。这是我们的恶魔之羽，这个变化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看看我们的这一颗6号麦秆，2月份拍的时候还是一个单头呢，那个时候的状态特别的好啊，绿中带着黄，非常的透。现在你们看，几个月的时间，它的头歪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下面爆了2个小崽崽，我以前以为是一个呢，现在它们长开了以后，我才发现哦，原来是2个崽崽呢。这些叶片到时候给它撸掉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们的多肉出现中间叶片化水，你们肯定会很着急哦。我这边撸养属于正常现象，不放心的情况下可以浇一点杀菌的药。这就是我们的6号麦秆。
小伙伴们，再来看看这一颗冰玉。这颗冰玉是今年的2月5号入住到这个豪宅的。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一段视频，应该就是入住到这个豪宅不久的一段留影。那个时候的状态真好啊，当初也是看着他的状态好，然后给他移到这么大的一个盆里面。没想到呢，经过了几个月，扶盆应该是扶了，这样摇晃他都已经动不了了，就感觉他的阻力特别的大。这就是天壤之别吧，跟冬天比起来，其实我们养殖多肉的话，必须得接受每个季节它不同的状态，这也是一种心境吧。我觉得期待的这个过程也挺美好的，我愿意给它时间，慢慢的等待它的蜕变。这就是我们的这一颗群生的大冰玉。每次我把这一颗沉梦露醉花拿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，小伙伴们都会说，哇，现在你的这颗沉梦露醉花几乎没掉什么状态。你们看了刚才的视频再看到现在的它，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啊。状态掉了蛮多。不过在这个季节有这样的状态，我也还是挺满意的了。重点是它还好健康，我也不希望它长太大了，就这样吧，到秋冬的时候继续绽放你的美丽。这颗沉梦露醉花也是我心尖尖上的一颗肉肉啊，现在没有阳光了，拍出来是这个样子的，非常真实的哦，无美颜无滤镜，所见即所得。咦，沙漠之心啊，我该怎么伺候你啊？这个夏天我觉得我都已经把它保护得特别好了，前段时间淋了雨以后，我就赶紧把它放到玻璃棚下面，但是那个淋雨也属于正常淋雨啊，它是缺水了我才让它淋了一会儿雨，你们看它就变成这个造型给我看了，不知道要恢复多久才能恢复好。这个沙漠之心夏天的时候还是挺难伺候的，我发现，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，它夜叉成功率很高，然后也容易分彻头，就你夜叉出来的时候，哪怕是一颗单头，它长着长着，随着时间的流失，它会变成一颗大群生的。这就是我们的沙漠之心，我嫌弃你，你赶紧长漂亮吧，沙漠之心。亮锦，这颗乒乓福亮锦是去年的12月9号从小白方里面选美，经过我们的千挑万选，然后选了这两颗入住这个房间的。现在这一颗已经是小不保的了，你们看这两颗的变化大吗？掉色还是褪了一些颜色的啊，不过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健康的。夏天的话就保持这个样子吧，我相信到秋冬以后它们又会恢复它们绚丽多汁的颜色。这两颗的话该去进一下盆了，一直都没给它们浇水的，不敢多浇水啊，因为一旦多浇水的话它湿度太大了，温度如果很高的情况下它容易掉叶片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的乒乓福亮锦保护的怎么样啊？
的边线女王是不是惊艳到你们了？再来看看现在的边线女王吧。我们现在就只剩下绿了，只剩下暗纹了，只剩下大块头了。看，尺寸倒是挺大的啊，我觉得长大了一大圈呢。边线女王还挺好的，我一直放在鹿养区里面养。叶片消耗也不是很严重，然后也没有出现病菌感染的问题。我个人觉得边线女王还是非常值得拥有的一个品种，你们看，很漂亮。好，虽然现在你绿了一点，跟冬天比起来，颜值确实掉了一大截啊，但是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，加油，边线女王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哟。